黄晓明与 Angelababy 在2015年举行世纪大婚，不过近年却屡屡传出婚变消息，两人合体照片也越来越少，直到今天正式宣布离婚，结束近七年婚姻。双方共同在微博公布消息，称彼此未来仍是家人。其实本月17日是两人的儿子小海勉5岁生日，黄晓明在当天凌晨12点就在微博po出5的手势，加上蛋糕贴图，可见对孩子仍相当重视，不过却没有贴出全家福合照。如今两人宣布离婚，也让人联想到当初的发文。对于黄晓明与 Angelababy 的离婚，工作室也发出声明，强调两人是和平分开，一切已经办好手续，而小海勉将由双方共同抚养。